其实很爽一下的。你看啊，我射墙哦，它没有反应的哦。如果我射人就有反应。三、二、一 ，Let's go！ 喂，喂，我不可以了，我要前进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炫饭 Boxing》，我是 Team 的 Macy 美思，我是 Team 的 Phoebe 慧婷。今天这一集是关于到宣泄压力，你的宣泄是怎样的？平时我就会吃甜品啊，一直狂吃很多东西这样子，狂吃啊。对，我的话是买东西啊，买没有？现在刷，随便刷刷。今天有两个主题，第一个就是抹颜料，第二个就是砸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上去试一试我们的抹颜料。Let's go！ 你一定意想不到，现在年轻人的压力能有多大？今天出现的解压方式对决，绝对让你大开眼界。一起来感受一下时下年轻人的压力吧。OK， 没哇，哈哈哈哈哈。Choose your weapon 啊！对，现在我们就换了我们的保护罩，我们要请我们的老师欢迎完成我们的作品。来，叶老师。我们上面我们这边会有绿靶墙，每一把墙呢最好只能用一个颜色插进去。对，如果这个是黄色的话，这把墙就一直用黄色装饰。我想问这个颜色是我会染到的、啊？因为你最好没假，很烦你。对啊，一出来整个黄色我就是。那就一直持续了那种填满它就可以了。哎，甜！哎，我们来猜。哎，填满，莫心凉。那问他有没有解压？哎，其实很爽一下的。你看啊，我射墙哦，他没有反应的哦。如果我射人就有反应。交给你啊，上面。OK OK OK OK。上面啊。哦。这哦。这个你是 overlap 咯，所以 make sure that 它可以超过嘛。甚至你如果你讲好好看的话，这里就是暗，也就是暗。啊，我的脸啊！哦哦哦、你不忘脸了哎、欸。很美很美很美啊，脸色。这个作品呢，我觉得它很像 unicorn 这个颜色，然后应该蛮多少女会很喜欢。Like me， 对不起，我是少女吧，我不喜不一样了，喜欢的东西我比较喜欢那种。哦，你想要不一样啊？我们就不会的。通常人家是画什么的？老师，你会画 unicorn 吗？选这种，我就是要挑战这一个。哇，你看我好像不错哎。耶，我是画一个 unicorn， 然后准备挂在我的那个房间了。你要挂在哪里？我要送给我婆婆。婆婆新年快乐。OK， 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要下一个场地喽。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砸玻璃。Let's go。耶，终于来到了我最
期待要砸东西的地方，有一点小紧张。Let's go！ 选线时间到，一二三，耶！哇，帅吗？哎，这扫地工人嘞！感觉啊 ？OK 啊？我觉得我很丑啊！哇，这个我喜欢啊，笑笑。Oh my god， 好紧张啊 ！Go， 先谁啊？谁啊？你要来先吧。Go， OK 啊，准备啊。紧张，这什么玩意？三、二。的时候你就是要呼吸的吗？对，我现在里面哦有一个 moment 哦，很想要哭啊，为什么？就是好像它会逼你哦，很像你收拾很多压力的东西哦，然后你真的很想要 boom 这样子。还有超多项目的，所以真的我觉得很推荐来这个地方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体验了两种啦，对，一种是火颜料的色彩的，然后一种是帅东西。对，所以看个人喜欢什么啦。请期待我们下一支的影片，然后想要看我们去的地方都可以留言，然后记得分享、订阅还有按赞。好，下期见，拜拜。